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屁事之红的挑战剧情挑战，星穹铁道折纸小鸟对对碰更新完结，活动攻略黄金的挑战，飞色的挑战，赤红的挑战，湛蓝的挑战，最终的挑战，自由挑战，星穹铁到 2.3。好的，然后这边接机启动，这边是第三个接机，这边跟着任务追踪走。对话结束之后，拽一下地上这个鸟，拽一下。好的，然后咱们这边开始挑战，还是一样，就是过完这个指引之后，咱们把这个退出来，重新进一下。好的，然后咱们这边退出，然后重新进一下赤红的挑战。好，第三排第一个这个桃子往下边挪，然后来第四排第三个这个蓝莓往上面挪，然后第三排第一个猕猴桃往右边挪，然后第三排第四个这个香蕉往右边挪，然后第四排第六个这个猕猴桃来往右边挪啊，第三排第三个这个彩色的这个来往下面挪。然后来第三排第五个这个草莓来往下面挪。然后第七排第一个啊，就是最左下角这个橙色的来往右边挪欢。然后我们屏幕最下方这个这个星来往左边挪。然后第六排第六个这个蓝莓往下面挪。这边搞定。